你怎么在这里拍？手伸进去，手伸进去，嗯、这个应该还好吧？因为一螺丝刀转一下就可以了。螺丝刀，你可以吗？你那个套筒，这样装，这么长怎么装？现在就不可以装了。等一下，我看看找一个螺丝刀。做个男的怎么都可以，没啊？是打铁。26个。要装我先装。绝对要装，要不然它不密封会漏气的。应该有吧？哎，这个瓶子在哪里装的？就这里有个口啊，有一个槽。这个哪里有密封间那么密封啊？这个铁。